10月7日是冯绍峰41岁生日，赵丽颖公开在某社交平台上祝贺老公，她写道：“二叔生日快乐。”虽然简单一句话，但就将平日她对老公的亲昵称呼讲出来了，亮瞎网友。而冯绍峰之后也隔空放闪回复：“谢谢老婆。”赵丽颖不仅在社交平台为丈夫庆生，忙着拍戏的她在百忙之中也抽空亲自给老公过生日。有媒体拍到赵丽颖在冯绍峰生日当天，特意现身跟二叔一起在火锅店吃饭，为老公庆生。冯绍峰一直站在车门口等待老婆下车，冯绍峰看到老婆后就自动伸出手牵老婆下车，十分体贴，两人看起来也非常甜蜜。咪咕娱乐整理报道。